大老姑家串门去拜个年，走喽！去给大老姑拜年去。刚好我武汉大表哥前两天刚到家，带点小孩爱吃的小零食，然后顺便还得在超市再买一点。因为我觉得咱们得带点烟花过去，他孩子不喜欢放烟花。不要啦，污染空气你呀、啊！去年那个暖男哥哥已经因为放炮被他爸绝了一顿了，你还敢说让他放烟花，把地都烧黑了，还带上贝贝一家。快走啊，笑个屁哦！快跟上，快跟上，不要顾着拍视频了。菊花，再提上两袋。再你拿一个苹果，一个蛋糕。苹果六块哦，会香啊喂。没事没事，一片心。那也不宽啊，苹果六哎呀，十二条的，六十八块。那应该是可以的。可以嘛？有的光看到包装里面。我看了。东西不能光看着好看，还得好吃。嗯。到了，又到了我大姑的大 house。不要用 house 形容，请叫大别墅好吗？有特惠哦。不用，让他们自己洗，要不一天闲着没事干。啊、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呢。新年好。新年好，新年好。新年好，新年好。新年快乐，过来。走。我们去楼上拜年去。闻到一股羊肉味，好重啊！估计是已经准备好吃的等我们了。新年好，新年好。新年好，新年好。这是大表哥。你又要来上镜了是不是？这是大表嫂。要不要好吃啊？挺甜。哥哥亲亲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我们那个小暖男哥哥。是的，这个就是暖男。甜甜有贝贝。贝贝。你喜欢哪一个？喜欢哪一个？大哥哥，哪个都喜欢。那么完美。这么小的年纪就这么会为人处道了。甜甜也是狗狗哦。完了，甜甜最爱的了。他叫奶茶，他就是奶茶，叫奶茶是吗？甜甜使劲撸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右手撸完，左手撸。我觉得他一生都没想到可以上镜，是哈、哦？你叫奶茶是吗？完了，注意力全在狗身上了。赶紧坐下来喝茶，喝茶都这么有仪式感是吗？我们都在泡茶，就剩他一个还在玩，生无可恋。妈妈问你个问题，你爱狗狗还是爱爸爸？啊，爱狗狗啊！再好好研究一下大表哥这边的装修。看你女儿的大手脚，玩的老开心了。有这只狗狗，这两个孩子都不无聊了。你怂爆了你、啊、真的是又菜又爱玩。回来怎么躲在这里呢？太怂了，玩嗨了这臭家伙。其实狗狗追的是这只娃娃，它追的不是甜甜。来了，你就跟个小疯子一样，袜子也不穿，鞋子也不穿，全部打死掉。跟狗狗拜拜。这边点好料的，好不好？在这吃。要好好点菜啊，好不好？要脸吗？还要给孩子包说，要不然孩子不收，给我包也可以。再来哈，拜拜，请你一个。
准备商量一下，过几天安排个四五桌，看能不能把所有家人全部安排在一块吃一顿聚一下。到时候又是热闹的大场面。来个四五桌，拜拜，拜拜，先等拜拜完再过来啊。真快呀！你现在拜拜都是可应付似的。拜拜拜拜，下面已经手都在扣这个窗户升降键了。他咬你啊！他没咬你啊！你要强行拽他，他就会。是你咬他吧？安排初四和初五这两天嘛，看哪天有时间把他们都全部约过来，搞上四五桌吧。记一下是吧？记一下，估计要四五桌了。可是家里弄不下哦，只能在外面。弄不下，安排在外面吃嘛。嗯，在家里面记一记，热闹一下，然后晚餐的话都安排在外面吃。虽然说只是说大家在一块聚一下，可是这也是个不小的工程。我爸有五个兄弟姐妹。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已经成家了，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，所以说我想聚到一块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吧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